这是十四吗？成色怎么样？成色有九九型的，有九五型的。哪些是九九型？哪些是九五型的？反正啊，多数是九九型，或别的有几个有小花一点。你这说的不真实啊！给你看一下吧。啊？电池九十以上，电池一百。你这也是九九型吗？我说的也有小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这也是九九型吗？你这好意思说啊？什么价格？2100。2100价格贵了。你这个现在已经调了一些价格了，都降了一些了。这打包2050。打包2050啊？2050，2050是吧？对对对。2050不行，你这屏幕也花呀、啊，屏幕也花、啊，你这样。也有一点点。电池怎么样？电池高。你看你这个屏幕这么花。电池高。这种战损版的这么花。它壳亮。啊？亮整数行不行？整数吧，可以吧？电池呢？电池我看一下，都90以上了。那90以下我到时候直接拿回来，我也不看了，好不 好？可以吧？那我打包，然后电池90以下的我到时候退给你，好吧？可以吧？其他都没什么，好吧？像屏幕花一点，我便宜点卖嘛，都无所谓的。搞个福利吧。对对对，搞个福利嘛，你这边框也不是特别花，行吧？好，就说90以下的我就拿过来，行啊，那就这些吧，待会儿抄给我。